看见了吧？就这就从这儿开钻。热的。这儿就是北坡温泉，你们家呀就要发达了。要想开发温泉村，必须跟老板王立民合作。这好啊。在你还不放心吗？这片地以后是王老板的了。啊妈的！哎呦我的！放了他们！哎哎！以后咱可是大老板了，必须体面。芝麻大点的官你都害怕？不是你怎么这么怂啊？这温泉的事儿你说了算吧。你别，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Right.